这七个弄哪一个？七个弄它下面一个吧，挨着来吧，不然滚。115了。嗯。放着，放着一会儿还有。是往上面去的，这个啊要点一下吗？不用点啊，不用点，好几个了，下次我也感觉就会了。第二个就是75，对，也是正的。第二个也是正的，第三个就是负的也行。130。100多少？130。那跟上面那个一样啊，就是这个。130。哎，真的，啊，角度都不用，就把这个数字试准一下。你说对了，第四个呢？160。第五个？60。60啊？对，60。最后一个呢？70。还有个70是吧？对，还有个70。70。最后一个呢？哦，这个是60，这个是70。这是60啊？对，这个是60。这个60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70是不是？尾端呢？尾端的话145。好了，我保存了，嗯，啊，确定，我保存一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放到旁边的这八个第八个了。嗯，然后第八个是哪一个？就这个吧，把这边弄完了。这个呢，不是挨着下来的，没看到的。这个是一正一负，一正一负，看到没有？50。这个就是20。哎，20，这是负的。好像。这个第三个就是。真的。185，这个就是负的。哦，啊，再重点一下了，只能点错了，他也知道我会反一下了，估计。反正我视频在这里，我重点，85过了就是就没了，就150了嘛。只要设置为零，告诉他一下，不然他到时候乱来的。嗯。这个设置为零。哦，对。嗯，然后尾端就是150是吧？然后保存。那第九个，第九个就是这个了，十二这个。对，45。负的。我第一个是负的，嗯，是负的。55，第三个就是50，第三个50也是正的，对的，嗯，第四个就是负的了，245正的，然后再来一个，最后就是150吗？哦，150，哦，对，也要，不用了，这样了，这样好吗？对，150正。第十个了，第十个就是这个了，还是走这里来？都行都行啊。我走上面来，拆下这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打135这个哈。第十。一个是520，第二段是230。负的，哦，正的，也是正的，也是正的就对了，520，第三个就负的，那第170，啊，这个也是负的吗？170，不对。你两个负，你这个是一个正，两个正，再来一个负，再来一个正才对了。哦，是正，对，朝上。对啊，往上100正呢。
最后一个数字了，五百五十，对，不用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四个弯嘛，一二三四，那我说的对了，对，那就到十一，那就一百五，这个就不需要了，这也是都是真的，就这两个，这个是多少？一百五，都一百五啊？对，都是一百五。这个都是这个零了。这个也是一百五。一百七。第一个。这不是一百七吗？对。有的吗？这个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嗯。这个尾端就是一百七是吧？对。那我保存一下了。嗯。还有两个是吧？嗯。十二。十二就是这个了。对，五十三十。就是来回来回来回的，一阵一副一阵一副的，三十。一百六。辛苦了啊！这有一个是四十。最后是一百五。尾端了。对，尾端了。尾端一百五，好了，十三，十三就最后一个了，对，四十五，然后来一个负的，嗯，负的五三零。然后来一个正的，六十五是不是？对，六十五。啊，六十五，五二零，五三一零，三百一十，三幺零，后了是吧？对。啊，不对，正的。是哦，后面那个叫什么？这个是正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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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。嗯，二百四十五。这应该是负的，嗯，二百四十五，最后就尾，还有一个吗？没了，没了，一百五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正好，没有了。嗯。